来看保七总队伫新竹宝山哦，抓到废弃物清理业者黑白倒垃圾，赚超过1亿，被新竹地检署起诉了。另外，台东县哦，对去年到今年嘛，抓到8件非法黑白倒垃圾的行为，全部拢依上罚办。保七总队第三大队军干半年，伫新竹县宝山乡一个山坡地，抓到废弃物清理业者，加工造地卖种地，所非法倒废弃物，规个山谷强要予伊吞鼻，有30楼悬。经过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，甲环境管理署做阵来学，发现其中有真侪是建筑废弃物，伫只乱倒，趁迄日新竹地检署伫审理了，甲业者16个人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，利用合法牌照对外承揽废弃物。清除业务，竟将分类出之营建废弃物，回填在对外承租的山坡地，回填体积超过40000立方公尺，不法利得高达1亿5000万元。废弃物清理业者合法安好非法乱倒建筑废弃物的行为，伫全国常常发生。台东环保局自去年到今年就查到8件，业者拢是经砖卡偏僻的山区乱弹。通常这些不法的业者或者是不法之徒，他会大多数会寻找山区偏僻的地方啊，甚至于租地来倾倒这些营建废弃物。环保局讲，即款行为拢是刑法的重罪，相关会当处5年有期徒刑，并科1500万的罚金。因为即马处计好，四季拢伫咧起厝，听来建筑废弃物清理计上扬起。环保局讲，为着要避免外地业者伫台东县造地乱倒，会加强边境的巡查，袂予外县企业土非法进入台东县乱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